现在外面正在下雨呢。这是我家厨房的窗外。啊，这雨淅淅沥沥的下了一个早上了。我现在要吃我的中午饭，因为室友基本上都要出去过节，就是圣诞嘛，这是他们的传统节日。这个巧克力是房东送给我们的，还送了酒什么的，反正酒装都让他们喝了，我不喝酒。然后他们给我拿了点巧克力，这个巧克力太甜了，虽然说一个色儿一个味儿哈，你看一个色儿一个味儿，但是太甜了，我每次就只能吃那么一丢丢，吃一个甲。然后今天我的午饭不得了了，这啥？这螺蛳粉儿，趁着他们都没在家，然后今天我这不就把这个窗户给开开了吗？外面景色挺好哈，一眼望不到头，全被这个树给挡上了，这树太高了。然后我就在这儿听着雨声，今天还不算太冷，然后吃着这个热腾腾的螺蛳粉。我没放辣油，因为放了辣油我就吃不了了，太辣了。好嘞，我要吃饭啦，Bon Appetito，圣诞快乐了。